内天浪猴露雷崩，欢迎收看大山第60期视频。收到粉丝艾特大山这次将揭秘水晶套装之谜。近日有玩家在游戏中发现了一个水晶服饰，就吸引了很多小伙伴们的好奇。我翻了翻评论，就看到有人说这是从超级骷髅内获取的，当我打开商城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是这样的超级。我找遍了商城也没有发现水晶套装，难道是国际服？刚打开商城就看到了这件华丽的套装，这件服饰的名字叫水晶之心，我咋看着像玻璃碎片呢？伤过的心就像玻璃碎片。再仔细看看像锡纸烫，一说到锡纸烫我就非常的激动，当时的我非常非常喜欢这种发型，就鼓足勇气去了趟理发店。理完发的我行走在大街上，我就发现有很多人都在看我，我真的有那么帅吗？一照镜子，我操，你是个沙雕吧。哎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锡纸烫吗？如果大家想成为游戏中最靓的仔，我劝你们还是洗洗睡吧，因为条件不允许呀。